好，这个答案我们看范例十四哈。范例十四他说呢，已知两数的和哈是五十啊，两数加起来是五十。那请问你这两数呢乘起来哈，它的范围了哈，它的范围。那这个题目哈，我们如果假设其中一个数是 x 哈，好，然后你用 y 来表示两个数的乘积的话哈，那因为两个数的和是 x 啊，所以一个数呢就是五十减 x 啊，好，他们两个加起来要等于五十哈。所以你假设其中一个是 x 的话，那另外一个呢就是50减 x 啊、哦。那所以他们两个乘起来哈、哦，我们假设它是 y 的哈、哦。好，这个 x 乘上50减 x 啊、哦，乘起来假设它是 y。那同学看到这个式子呢，会发觉跟刚才那个农夫100公尺的那个材料哈、哦，要为一个矩形哈、哦，它的函数呢完全一样哈、哦，它的函数完全一样。可是呢，这个题目里面哈、哦，这个 x 呢它是任意实数哈、哦。好，换句话说，这个 x 呢，它是任意的实数啊、哦。好，任意的实数啊、哦。那么刚才的那个题目啊，因为它为矩形啊、哦，所以它边长一定要大于零啊、哦。而且你不能呢，整个50公尺都围成长哦，所以它是介于这个0到50之间哈、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这个两个数哈、哦，因为它并没有限定它是正数啊、哦，好，所以这个 x 呢，它是任意的实数啊、哦，任意的实数。那因此呢，在 x 是任意实数的情况之下哈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从刚才的这个例题哈，我们知道当 x 是等于25的时候啊，它有最大值是625哈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呢，这个 y 等于哈，你把它乘开以后啊，它等于负 x 平方加上 50x 啊。这个式子呢，它是一个开口向下的一个抛物线哈，开口向下一个抛物线。那它的顶点是在25625这边哈，换句话说，它的极大值哈，极大值是625了哈，极大值是625。那极小值是多少呢？同学可以看到呢，极小值呢冲到负无限大去了哈，好，冲到负无限大去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呢，如果你现在要下去啊求这个 y 的范围的话呢，那么 y 的范围哈，它会随着 x 的范围的改变而改变哈。好，所以这边这一句话呢，它的意思是说呢，好，变数 x 的范围哈，还有 y 的范围呢，都会跟着在变化哈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哈，好，有时候在实际的问题里面，你必须要注意那个 x 的范围哈。那因为 x 的范围会影响到这个结果哈 ，y 的这个范围哈。那因此哦，这个如果你要用这个高中数学的方式来表达的话哈。那么高中数学它里面呢有所谓的这个函数的定义域哈，那我们现在这个函数啊是 y 等于负 x 平方加上50哈，好，负 x 平方加50，那这个 x 的定义域就是 x 的范围哈，那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在之前的例题哈，这个定义域呢，这个 x 哈，好，同学这样子用一个这个大括号哈，然后前面放一个 x 啊，意思就是说呢。我们现在这个范围里面的这些 x 啊、哦，它都是好、哦、范围里面的这些这个就是说这个集合里面的这些点哈、哦，都是 x 哈、哦。那这个 x 必须要满足后面这一条线的性质哈、哦，才把它取出来。那以这一题来说，它是0到50哈、哦， 0到50之间的这个 x 哈、哦，放到这个集合里面哈、哦。那刚才那一题呢，它的值域哈、哦，就是农夫为地的那个值域哈。哦值域呢，它的范围呢是从零到零小于哈、哦，这个面积小于。我们刚才用的符号是 a 啦哈，好、哦、面积哈、哦。那 a 它是介于零到六二五之间哈、哦，那左边没有等号哈、哦。那这个 a 呢，它会等于哈、哦，最大值会等于六二五哈。好，所以它右边这个是小于等于哈、哦。好，这是刚才这个例题啊、哦。那现在这个例题呢，因为它 x 的范围哈、哦，它是任意的实数哈、哦，好任意的实数。那因此呢，它的值域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个 y 的范围哈，它就是小于等于625哈。那它最左边哈，它可以冲到负无限，所以左边没有界限哈。好，那么同学，这个集合的表现方式哦，就是像这样子哈。譬如说呢，这个如果我们现在写一个集合哈，譬如说 x 哈，那 x 呢，它等于这个一哈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哈。哦，那其实呢，这个集合里面呢，就是一二三四五了哈、哦。啊，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集合里面放的就是这些 x 哦。
那这些 X 呢，必须要满足后面这一条线后面的这些限制哈。好，我们再举个例题啊，譬如说呢，假设说呢，我们现在有一个集合啊，它里面放的是这个 X 平方哈。好，那这个 X 呢，它是介于这个一到四之间哈。那这个 X 呢是整数哈，自然数了哈。那如果 X 是自然数的话哈。好，那我们这个集合里面呢放的都是 x 的平方哈。那 x 是自然数的话哈，那 x 呢介于1到4之间，换句话说这个 x 呢就是1234的哈。那如果 x 是1234哦，那这个集合里面的这个数字啊就是14916了哈，这四个数字了哈。好，这四个数字啊，因为它这个集合里面放的是 x 平方哈。那后面这一条线呢就是 x 必须要满足的性质哦。那这个 x 的性质呢 ？x 是自然数了哈 ，x 是自然数，那 x 要介于1跟4之间哈，那所以它就是1234哈。那1234呢？你把它平方以后，它就变成14916哈。好，所以这个集合的表达方式哦，那同学可以在那个。